有用哦。不叫我上班啊！不叫我上班啊！哦，叫我上班啊！上班不是安尼。啊，无嘞。没有，没有。你应该是从台湾用过来的。有哦。没有。动他耶耶耶耶耶，金牛娘娘秀颜值，大家来扶持，飞来又飞去，不分日和夜。鼓掌鼓掌鼓掌嘞！不再延迟，赶快来扶持。我也来保佑，耶耶耶耶耶，请神的灵的保佑，请神的保佑，观众，这个真孝义，社会太平年，天神扬起唱慈悲，波罗蜜多依。风雨中你要坚持，莫要失道义，耶耶耶耶，耶做人你要受礼，大千在我何处，妈妈来给我请啊，你这做鬼的好像给我做做些菜都可以，我恁几个要请，哦，主动来报告，哦，主。父母双言。
头家某实在走三公尺。卖嘴哩吼，卖嘴哩吼，这家伙哩哩，这家伙哩哩后壁。离开我们了，他一直要找其他。一等下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剩下的人来了。啊，那您瞧，太吵，你还要讲话，还要讲讲话，想跟我接触，讲讲话。他舍不得了，又舍不得了哦。要走下面一个镇，好辛苦，一局的走，好辛苦，好了不起。有什么话跟我开示就讲吧，好开示我来讲。祝你那个身体要保重，身体，祝我身体要保重啊！舍不得我，阿弥陀佛，我也舍不得你，你也要身体保重。那么辛苦，一路走，而且那么大年纪了，统管下身段来，什么都做，不简单。你这种精神不了了不起，我看到你修的这么样的了不起，我好高兴。哇，高兴！神明看到你，要好高兴啊！还有师姐这样子干，这么忙忙碌碌的干，我也很舍不得她。我是不是时常想到？不见了，天哪！我时常想到你，师姐啊，我在想到你啊，我都舍不得她。思念你，思念啊，舍不得，真的想到母娘了，想到母娘就哭了，天天想我，我也天天想。来，站好。你们都要转过去啊！你们都要转过去啊！神灵舍不得我，要到南昆山那边去，所以很多诸天仙佛要走，也舍不得。希望我到那个时候再去，希望我到那个时候再去。感恩母娘，感恩你，你要正道啊，要保正道，没有人认得母娘啊，像您这么认得、修得这么好的人不简单呐、啊，没有人认得。天知道，地知道。天知道，地知道。我到凡尘来走，要靠你们，靠你们去宣化，靠你们宣化。我自己身体保重，我求诸天仙佛保重我的腿和腰，我就跑得都不快，求菩萨给我治好，我就更会。我可以耶、yeah, 红气红烟建筑停泊上红烟建筑耶、yeah. 哭了，我照他大镜头来哭了，舍不得我的肉体背负的这么重，他舍不得我的肉体背负的这么重，所以我都要叫你们赶快行功立德啊，不然我背得太重了。好，来，这样，越对，越对，越对啊！有空了，有人找我，我想你啊，我也在想你，知道吗？你瘦了。瘦了，我胖起来了。哇，你女儿好漂亮啊！阿哥，这搞我进我的家了。来我家。都有机会。嗯。哦，要回家了。拜拜。这干扰你给他带，这都有机会，他来陪他。好，我去。我来干，我去厂里边了。好，我被谁谁去？我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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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谢。找到你们了，我才有力量。没有找到你们，我没有力量。啊，这个我的，这个我的，这个我先拿了。这个我先拿了。对，这样子，这个我先拿了。你先到那个，哎，我会不会谁回来？这样就可以到我们的中心了。会当肉体哦，保留的就是中华文明中心有缘的，让上天注定做主。慈悲啊，要上求上天慈悲母娘显化啊，来帮助母娘的肉体好。真的，我这个腰啊、背啊、腿啊都不能走哦，还是要走啊。所以希望你们都要快一点，不然我背着这个夜走不动了。他刚刚帮我救得很好，想得很好，刚刚想得很好。爷，红纸红面正合宜何尝？正正气气红红来，爷，爹，正做何事？他讲正谈起空头何事者？爷，爹，爷。阿弥陀佛，感恩感恩，你看我都在护着腰了吧，护着腰了，不然那个腰都阿弥陀佛啊，真是阿弥陀佛，真的都知道我在护着腰了，感恩感恩，因为我这个都护腰了，所以我说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戒，要不然在我旁边我真是护法护法。你也说到人本身哦，我可以在医院，没搞几个人啊。他说你到了南昆山。再照他，照他。没有没有没有了。到南昆山。他到了南昆山会在医疗里。对。还有一次，没有没有。还没有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都用这个护腰。啊，感谢您哈、哦，感谢您两个安尼动手哈、哦，会当暗中来照顾。感恩啊，真正你只要。他说你做事有病哦，感恩啊，你看感恩上天大发慈悲，做出应化来，会当恁两家方来做伊来，无量寿佛，无量寿佛。真的，他舍不得我，舍不得我在背的时候，为什么刚刚告诉你们来了后场不要再犯错，你们犯错你们的腿就不能走，我怎么忍心？所以我就要担，我担了都走不动，两个膝盖都，你一定要用点心啊！用你啊，不你啊，把你我讲，你要讲，今日伊厝啊，就是要找只龙啊教红啊，你听无？伊厝啊，就是要找只龙啊教红啊。无缘呢，就叫人无缘是缘了。对，没有缘，你不要再惹了。别跳了，听了吗？我已经再告诫你。别下，因为阿弥吹啦，听无？因为吹到这龙啊，有带龙啊，要吹波龙啊，伊会把衰老的，迄就是正常龙啊。对，那是真正的龙儿。听无？要不然他会骂你的。他说的对，所以刚刚为什么你说你怎么开不了智慧？不要看人家有钱有地位，对对对，我们不是要钱要闲，对呀对呀，我们要贤德，看贤德，他的心的，他拿到红包，伊做啊就是要用啊，就要成家龙啊教红啊，还讲因为伊个龙啊捉着，就看到我龙啊就伊个外在，啊唔是无好啊，流眼泪就不要尿了，对，哦，会长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啊。先不知道就好了。哪里到呀？啊，
到处去旅游。啊，阿娘啊，感谢您安尼吼，这么辛苦，应该感恩啦哈。啊，太好了，刚是毕业啊。你怎样呢？辛苦辛苦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大姑娘啊，拜拜。呀，再见。想我？对啊。哎呀，忙的。电话进来，嗯，相处啊。嗯。再见了。你站上，阿明要保重。对啊，你得正经点。不要说正经，阿明你好好。对。来，来。来，你们先坐，我坐那里。我这里给我真是辛苦，我得。哎呀，你还够威啊！哎呦。像这样就不见甘霖，这个不降甘霖，这个水一点点，这个雨啊，水一点点一点点，没有暴雨，所以你看这个都没有伤到，都没有伤到，这个池都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降甘霖，真好，感谢天恩浩大，佛菩萨威灵显赫，感谢，感谢。来各位哦，咱的水啊，咱后壁已经准备好啊，啊，咱等下要分享啊，赶紧来照用者，后壁赶紧来照用者哦，咱这水啊，水势哦，哎，赶紧后壁哦，哎，咱来关心的时阵哦，啊，已经准备好啊，哦，已经准备好啊哦，咱莫费啊。公是他的。去拜呀！你要去拜，你要去拜，去拜呀，拜呀，都拜。这是你的吗？对吧？要拜呀，当然是拜他的。那这是你的，感恩源源普渡，护骨收元，团结力量大。感恩感恩。啊，出来吧！啊，不会呀、啊，出来讲了啊，啊，说好话，啊、感谢你们呐、啊，啊，出来就感谢呀、啊，感恩呐、啊，绵延不渡嘛，对不对？都在做复古收元嘛，团结力量大，当团结起来啊，对不对？没你来，你来都是讲那个国语啊？国语啊，我来都讲国语，我讲台语啊。那个，你是不管你说，你说，看你骂。来呀、啊，请神明。来，然后我来穿上。请神明说，他知道我都是不会，然后神明来讲。就这样，怎么讲？我不晓得，神明讲，他们神明会讲。你要先讲，你要先讲，好啊，我就是要学习啊。你太过谦虚了。啊，然后。能谦虚的人就是高人呐、啊。没有啦，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了，我不会啊，他比较了解我啊。因为他，我只会讲普通话，讲普通话。那我讲我不会讲台语，我不会讲台语，我不会起价啊，
什么都不会，我只有看学，多看多听多学，哪都不一样。对呀、啊，那、啊、不然怎么办？我以去就是聊聊天呐、啊，照相，哎，会不会拿到我的那个新的？新的，另外他拿到了。你有给他那个 A1 的新的给你给他了？我有在听，我那个新的把机，因为他把那个剪辑的一点点做见证。镜片上面在喷出来，他的同修跟他
我们真的走得很辛苦，走得很辛苦。那认出来哭的和他同修两个都哭得泪人儿，啊，真的很辛苦。我们同修走的没有，完全没有，真的完全没有，好辛苦。他阿林见到我的时候，哭的，哎呀，泪人儿啊！怎么你也下凡尘？那你也下凡尘了？怎么都不下来了？不见得吗？对对对。心酸，对啊，我就看到对一个对象就走，就心酸，真的酸。对，我就跑过来，对，他是看着师兄这样拉着我的手，他就心酸就跑过来了。哎，谢谢，我就看到你到我家来哈，因为我想要跟我联络，下面有电话，你跟师兄可以拿一点这个电话，可以送给有感应的。可以在营运的，谢谢谢谢，看看这么多的农民妇女，看看是认识的，对，大人一起，大家都是好啊，谢谢，是养殖公的，很高的，是养殖公的，谢谢，感恩，感恩，谢谢，哭的这样子一定很难看的，天相见，所以我叫你赶快躲开。多一点点，七姐，人家不紧张哎。其实我真的有干眼症，要掉眼泪。他有干眼症，要掉眼泪不容易，掉不到出来，掉不跳出来。但是看到母娘真的掉出眼泪来，他有干眼症，干眼症是不是哭多了得的？也是应该是吧。那个西医说没有药医，就是总是要、啊、要点药吃的、哦。没有药医啊，干眼症啊，要点药。那、欸、今天你的眼泪滋润你了，对、啊，看到了我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哭这样子了。我虽然身心很酸，都会哭，但是我没有哭这么多，掉不到出来。谢谢谢谢，真的。不用了，我有了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啦，我没有包给你。谢谢，好，好，好，你要保重，好，一起保重，好，好，看我不要配腰，我腰都受不了，对，我的腰都受不了，你看我这叫不腰，一定要点眼药膏跟眼药水。他的眼睛干眼症，只有靠眼药水、眼药膏，好痛苦。没有办法滋润了，结果今天噼啪啦噼里啪啦流眼泪，上天保佑他，给他谢谢加持。好了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在这忙着跟他，就是要跟他找他，这个和他好，好的。有暗餐，搅拌。今天是视线给我们看，我们要不要？谢谢，我要开始。讲这个道理跟大家谢谢，讲这个道理，让他带。这里。
也就是说，你们上次回忆哈，在冈山那个时候，大概是今年年初吧。去年年初。哦，去年年初啊。去年年底。哦，去年年底哦，冈山在普陀。十月份的时候，弥陀。哦，弥陀法会上。弥陀就刚，哎。嗨。汉弥陀法会的三天前，他就接到通知。我那上面的无极老娘，哦，华云传说下来。近点。啊，然后说。龙子啊，龙子，你要注意一点。三天后，这几天啊、哦，也不是说三天，这几天啊、哦，你的老娘会来跟你见面。那我在想，奇怪，我的老娘我都已经见到了，为什么还有老娘呢？他说要接着朝代老娘。嗯、结果那一天，也就在我正在年假在接一个宫殿里面，然后他们那个宫殿一过来，那我正好是说以那个翼王大天尊的灵驾下来，那、啊、他们那一队的话，他以为我是翼王天尊的儿子金龙殿下，啊、哦、金龙太子，也是说俗称的九至尊，啊、哦、他们以为是我是那一尊，其实他们是看不到，他表现一下那个架势，那个玉皇大天尊的架势。你叫他再表演一下，然后呢？拿到御府令啊、哦嗯，我手中的所拿的是一个照板，照板御府，哇，好帅、哦！这样子，在圆明街，御手拿照片照，他是个，然后呢？玉皇大天尊的那个照板，好漂亮的。接完了，他们进去那边了，啊、哦，刚好是老母娘到，我拿的是灵驾那位，一转身，哎。眼睛所见，哎，他不是我的老娘吗？怎么又跑到这边来了？啊、哦！你看到我是天上的那个老娘，啊、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说这老娘怎么跑到这边来了？啊！我那时候我的骨子还留到这边呢。嗯。啊！我那时候骨子留到这里。啊、那是无形的骨子啊！那时候我这边是没有呼吸，只有这两节而已。啊！那时候我见到我老娘的时候，奇怪了，我这个老娘没事跑到这里干嘛？啊，在天上好好的不干，不开，跑到这里干嘛？那没办法了，老娘一到了，我这个做儿子的，不迎接怎么行呢？当下，单脚一跪下去。好帅的动作。单脚一下跪下去。去吧。好。迎接老娘，拍个照啊！好，老娘请了，母娘请了，好。哎，找到了。来，老娘请了，母娘请了。我傻傻的，不理。啊他，他不知。傻里傻，傻里傻气的，待在那里愣着一会儿。你怎么叫我老娘？你怎么叫我母娘呢？废话少说。先进殿再说吧。没有说废话少说这句话不敢说。你说先进殿再说吧。因为我在心里在讲，干嘛那么多的废话？进殿再说吧。我就当时哎，请你啊，好、哦，这张手一掀起来，请你啊，母娘把手放在这里面，好的，就这样子来，老娘请你啊。请你，我就这么自然、哦，真的就放上去了。就像那个慈禧太后，啊、哦，清朝的慈禧太后，小女子在牵慈禧太后那个模样。请了下去，老娘坐这，我这样子，低着身子走进去，啊，走到店里面，哎，老娘，你先朝，你个拜吧，那我这站，先站到后面去，等你
朝拜完了，因为我自己还有事情，我就先行过来这边，是这样子见到你的。然后我还是不知道不懂啊，到了晚上他来问我了，你知道我今天跟你用什么礼来接待你的吗？我说我不懂。他说我是用母娘礼，母娘你怎么不知道？母娘不知道。我是以接待母娘之礼来接待我的老娘。嗯，用母娘之礼来接待我的老娘，结果老娘一般的朝代母娘，我是实际上哎请也好。哦，他一旦一般的是请礼、啊。但是这个老母娘，老母娘真不会。来，咱们再练习好啊，下次再接触会一点啊。请你啊！哎呦，不敢当！哎呦，他是这样哎。啊，请你啊！好认真的，这样子。就这个姿势。这个大礼我们不会。老母娘。一身雪白。那你想想，我这一身的雪白，一身雪白，那个地上是黑的，都是泥沙，都是泥沙，跪下去。第二天就换衣服了。第二天就换衣服，第二天衣服就要换掉，所以拿去洗的。嗯，因为这，嗯，所以接无极界，问题是接无极界的讯息告诉他。因为一般的话都是这个，就七天的。嗯，七天的。啊，七天你先啊，五天，然后这样子无极天，也就是无极界的。那无极老娘在讲说，哎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你要注意一点啊，你的老娘这几天会到达啊，要好好的关照一下啊，要好好的慈悲一下。那我也想奇怪了，我见了那么多的老娘，怎么还会有老娘在这里呢？所以等到一见到了，还真的是老娘。法眼透至尊，来，老娘给你吃个花生，嘿，香吧？谢赏吧，谢赏。哎呦，又来了，他的妹妹，他认的妹妹，哎，给他把衣服洗干净。来，妹妹，我也给你一个花生。来，谢谢妹妹，谢谢。来，花生，祝你开花结果，普度众生。好可爱哟、这个也是你的老娘。这真的是无极的，现在好多在认呢，好多在认。嗯，要是一般的话，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多，国内外的力量。嗯，说是刚好是一个巧合啊。嗯，要不然说这样真的要去认。这个最大的给你出来。对，他说这是个真的巧合，要是真的认还认不到哎，真的认不到，你看我这个样怎么认嘛？真叫人为难、啊。你想他们一般他们老母娘，他们穿的都是穿紫衣啦，穿紫衣黄衣啦，或是什么蓝色的或者青色的，那些胸口都有，这边胸口都有绣龙绣凤的，倒是这个老娘，倒是这个老娘，倒是这个老娘的特比较特别呀、啊，什么都没有来了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连这个道符也没有啊，连个道符都没有，真的。说一句话了，这土里土气的老太婆。土里土气老太婆说对了。啊，土里土里不拉几的老太婆了，来这里干嘛？但是到了，来这干嘛呢、不对哦，我再跟上面再通一下，确定一下。啊，上面就讲了，他就是你的老娘。他就是你的老娘，土里土气的也是你老娘。啊，土里土气的也是你老娘。你要看他土里土气，不要看他土里土气。真人不露相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非真。露相非真，几句话好厉害啊、高，你高。不是我高，怎么认出来了？上面的高。上面的高。啊，上面的无极界的在讲。那我只是七界的完成之七呀、我见到这人真的是这样，跟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说他身材好，把所有的罩门都全部都罩掉了。那我为什么还没有办法看得出来？那因为你是无极界的嘛，你天天在老梁旁边嘛，老梁的什么你都清楚嘛。因为我认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哪里？这边。
对哦，我这有一个印哦。印哦，通天印呢？通天印呢、啊？我有一个印。哎，你认对了。就是那个印。对对。嗯。这边这边。啊。真厉害。所以我一看。我有个相片，我有个相片给你看那个印。我说那个看一下，哎，我这个老母娘跑到这里干嘛？给我看啊！我当时在心里在想，我这个老母人嘛，跑这里干嘛？找佛子啊，找我的儿子回去啊！待在天上啊，不好的待着，跑到这凡尘来，皮在痒啊！我当时心里在想，这样想，你天上好了，你不待，你干嘛跑下凡尘来？你是皮在痒啊？到凡间来是受苦受难的，为什么哭到那边在那边受想？嗯，啊、哦，他手受的苦啊，真的是会掉眼泪。我们做弟子真的会掉眼泪、啊。嗯，你知道我下凡尘一共下了几次？哎，我的老天啊，你下了多少次？啊，嗯，至少有上百次以上。上百次，哇！那你的老母娘是生生世世的红尘呢？了不起！每次都在找老母娘。啊，每次你都在找母娘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好厉害啊！那你知道你下凡尘多久了？嗯，我今年70，虚度70载。虚度70载。嗯。那你是现代是，也是以往的。嗯。好，那你过去你还有下凡尘？你知道你当时下凡尘来有苦了，历尽多少艰险哦？多少劫？对，多少劫？千百亿化身的。母娘生呢，苦哦！你知道你一共画了几次的身？至少三四百次。三四百次的尊。嗯，尊。啊，那有时候他降生下来，有时是男儿身。男生。有时候在穷苦人家，嗯，有时候是千金小姐，有时候是大官。那你这样，我每一次下来，每一次在找他。哦，那你了不起了，你每次在找他呀？啊，了不起。上面交代，母娘在哪里？赶快去找。啊，这么样子啊？结果到那边，找不到。为什么？隐身。他什么身份都有。换路走出，上九流、中九流、下九流，每阶层都有。那你要去找，怎么去找？好不容易在这一次总算上面再讲，你要注意啊，老娘这几天会出现呐、啊，总算给我找到了。好可爱。啊，那我那天我找到了，你们当天回去的，我当天我就上面讲了，上头的，夫妻老母啊，我那个老娘我已经找到了啊，他目前是住在哪里，你自己去找他吧。哦，这样子啊。那你自己找他嘛，因为他下了，这一次下到蓬莱桌，台湾宝岛，蓬莱仙岛，在中部的地方，那我就在这里上面拍照，拍照。那老娘啊，上面的老娘啊，总算在这一次被我找到了，也在我这一次，从开始行道以后，开始行道就开始在走。找了27年。哎呦，他找母娘找27年，真不简单。也为了找我这个妹妹，也找了20年、30年，找40年。哎，找40年。哎呀。哎，那个是情意长啊。找这个老娘找27年。找这个老娘找了27年。所以说，我为什么找是27年？全省所有道场跑了800场，800场的道场啊，他。刚好是跑到第799场的时候。799场的时候遇到。那你想27年有多久？800场。啊，一年要跑几场？大大小小。要找。对不起啊。
我现在讲的那句话可能不中听了、啊。我说、啊，为了找这个老女人啊，真的、啊，跑了双腿了、啊，快断掉了，家也没有了，啊，也没有家，这个亲人嘛、啊，一个一个的跑掉了，啊，兄弟也不认我。人世间五轮呐、啊，五轮断三轮呐、啊。哎呦，五轮都断了三轮了，你过来近一点，别让你腰痛。五轮断三轮、啊。我本身的妻子不见了，没有钱，人轮断掉，人轮断掉，就是说从孝道没有结婚，父母。生我的父母也不见了。哎呦，那后来呢？比如说，有一个老妈在这里了，要哭出来了。有个老妈，我不会哭，我不会哭。我心很坚定。天地君亲师，来找到了哈。天地君亲师，我自己本身。没有结婚，父母又双亡，兄弟又不认我，兄弟不认我，等是结了，好坚强啊，结了。现在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还好我找到我这个妹妹，跟我相依为命，要不然我真的想去上吊，吊了好几次。好可爱、啊！为什么我都没有死？有一次我就掉了一颗，那个树干比我的大还要粗的，而且还是绿的哦。结果一掉上去，绳子挂上去，神奇发生了。那个绳子掉在了那个绳子那个地方，那个木头好像是切掉了一样的，把绳子切断了。不是啊、好神奇啊，把那个树干切掉了。把树干切掉了。切掉了，你切掉了，这好像那个桌面一样平平的。哇，像锯子了吗？那个绳子像锯子吗？对、啊、树干切掉了。树干就断掉了、嗯。好神奇啊！那还有呢？跳河里面去啊！那个地方人家平常叫小孩子，他们在游泳的时候，从那么高处，当跳下去，很深，结果你知道吗？我再一跳下去，咚一声，撞到头了，头起一个包。连这个他也不丢失。那有时候有好几次，既然上吊死不了，跳水你又不丢失，那我干脆我饿自己。来个饿自己。饿了七天七夜。哎呀。真不简单，饿七天七夜，七天七夜也没有死，厉害、而且这七天七夜没有吃，但是肚子很饱，一点不会觉得饿，天地滋润，三餐不吃没事，七天三七二十一，二十一餐没有吃饭，但是肚子很闷，在桌子上，桌子上三七二十一去二十一餐，好啊，三七二十一餐，七天七夜都不让你喝，也不让，也不喝，他不喝不吃不喝，也不吃，不吃就是死不了。但是肚子胀得要命，很饱，好饱，一点也不会觉得饿。好神奇。那我说，好吧，那你既然不给我吃，那就算了吧，还是过了我的生活，这样然后就自己找找找。总算二十七年后总算找到了，今年刚好是二十八年。二十八年找到母娘，妈妈要疼你吗？不要死了，再死了不会死了，不死了，再死就对不起老娘亲了。那白发人送黑发人呐、啊，黑发人送白发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有一个预感。好，你有什么预感？你差不多再过几年，
要回去。哎，不行啊，还有众生，你要帮我收啊。过几年是可以走，但是你要帮我收啊。我是在你身上。我会走啊，我想我还不会那么快，因为我太懒惰了。这个儿子还没找到。签日以后，签日以后，签日以后，300。哎，签日很久哎，十年呢。那我刚才今天写的是什么字啊？72，不会那么快，82。是，你还有这个？20。哦，我知道，那差不多。这个不能给你看的。对，哎，你还很灵感，跟孔老夫子的那个亲人说的一样。孔老夫子就跟我讲，你不赶快去把你的佛子找到，你就会延到这么大。哎，你说的就那个大的最大限，那个大限。哎，他这个说的对。那你说的。70啊，对呀、啊，69了，马上就70了啦，还有几个月了，两个月。那刚好是在。在这个时候了，现在79，69，我说错了。70嘛，今年69对不对？哎，69，70嘛，算70嘛，六九，哎，70再加这个，对对，就这个，对这个。那你这是这个就是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这能完成任务吗？可以。那你加油，你加油。可以。可以完成任务啊！对呀、啊，回去交旨啊！对呀、啊，那所以说，然后这些的话就看你们这些了。第二代，命教人圣早排行。在你们这里面的几位教官里面，二代的。二代的什么？二代母。二代母娘会出来。对。哦。小母娘出来了，对呀、啊，二代的母娘会出来，就在你们这些教官里面，不管是北部的、中部的、高雄的，或者哪个地方的，会出来。来领导大家，领导你们，赵母娘，不要老是赵我、啊。那赵你啊，赵我没有味道了，老妈妈。老妈妈才是要赵。啊。还是老母娘要好好照顾啊！你们这些跟着老母娘在跑啊，要注意老母娘的身体啊。老母娘现在的腰部不大好，腿部也不大好呀、啊，要小心一点呐、啊。哦，我其实我不用看你的身体、啊，腰不好，身体，哎，他的腰部。脊椎从我们的尾椎上来，阑尾就尾椎那里上来，第七节的关节不太好，要小心一点。还有我们这个他的双的膝盖，双膝盖，腿的尤其是腿、这个腿的膝盖，膝盖这边，膝关节这方面要小心一点，给他多吃了一些行气的、动筋骨的。那些很简单，那些的药材啊，很简单了、啊，只要泡个茶就好了。我们那有那个九品莲花嘛，莲花这个花拿来泡茶，那个饼的话拿来炒菜。莲花从头吃到尾啊，那个花拿来泡茶，能够洗一些补气。不要说老母娘了，你们都可以吃了。我们吃维他命，多种维他命好了，因为我们找不到莲花嘞，莲花很难找哎。啊，莲花店就有了，你就给他注明，我说我要9品香水莲花，9品香水莲花。那还没时间煮嘞，我每天忙，来不及喝，所以刚好赶快拿一杯汽水来。那说，不要说煮啊，难道是你自己煮吗？啊，什么都是我呀！你不知道这个土老太婆，这些都不干了，这些不在我身边呢，好儿子不在身边呢。那平常聚会呢？没有啊，我还要伺候那个。
小业障，你刚刚叫了半天的。皮在痒了。在痒。刚刚你讲的很对，他会乖的。嗯。真的皮在痒。我都还不敢对他这样子讲话。他生下来就对我这个样啊。没办法。谁叫你钱是欠了他？对呀、啊，所以生下来就对我凶啊，没办法。不止前世。好几天，无几天啊，现法相给他看，就是现我这个土里吧唧的。你再讲一遍，土里吧唧。我说老娘的，无极老母他讲，你那老娘。啊？我老娘长得什么样子、啊？哦，他问你，他问无极姚志敬，老娘长得什么样？老娘啊，啊，我的那老娘是长得什么样子啊？在凡间是什么样子？现的这个老母在这里，现的这个样，土里吧唧的，土里吧唧的，土里吧唧。那我这问他，怎么会这样这么土呢？难道没有庄严庄严一点吗？那几天我在家，一天过去了没有？两天过去了没有？三天。我想今天也是可能没办法见到，哪知我在那个啊，在接驾的时候嘛，接完一转身，哎，奇怪了，怎么一个土老太？土老太婆出来了，两边呢还跟着两个呆子，两个呆子，你看你们雷教官嘛，雷教官和林堂主两个呆子，我怎么接？而且手上又拿着一个拿照相机，一个是拿 V 八，在跟拍着。我说这个该不会是个狗仔队吧？啊，狗仔队，怎么都跑到这边呢？跟着那个老太婆在跑来跑去的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我一看他的头上啊，哎、不对哦，那个和尚，不对哦，当下一转身，就刚才那个姿势。单脚一脚跪下去，老娘啊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我的老娘啊，我的母娘啊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大好呢？啊，你这样啊，请他倒摊子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真的、啊，那这个老母娘啊，真的是土的要命，土的要命，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会，真的土的要命，啊、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会，这个才是真本实料，啊，朴实，就是他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为什么？如果他是真的显出来了，那这些。这些都不用演了，光是老娘一个人告诉你，嗯，旁边站着，母娘光辉一发出去啊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，但是就是不行。在我们这本地来讲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哎，今天我就是这样子，你看我暗中在发那么多的光，我都不压地头蛇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对，给人家机会，嗯，给人家光彩。那你想，我在这边，嗯，对，在外面人家都讲你是这一次的，但是我在这里面。嗯，对对对，我们就演这个，到这里就是不要出土，默默的，不要出土，默行。但是我在外面，人家尊称我，哎，就这一次，大家都很尊重我，都是这一次的，看我都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为什么在这道场，我是这么点点，对对对对对，冒出头，还没冒出头，啊、叫我道场，哎，很大，我还在地上跑。你们都已经两只脚在走路，我还在地上在用爬的，啊，我还在学习当中。那我当时见到这个母娘说，哎，奇怪了，这个老土娘的，老土娘，老土的跑来干嘛？看到这里，看到我这个硬啊，你看到我硬啊？那我就跟上面对照一下。对照一下，上面说是跪下转身跪下去，因为在跟上面通的时候，时间在凡间的话说，这个电
是叫电波一通到上面去，那我这个电波碰到了五指天很快，这个秒数的话差不多0.0001，对对，这么细，0.0001秒，6个0秒，对，速度很快。前面那个零不算啊，这0.0001，六个零，那个速度就到了那边，然后那边下来也是这个速度，下来跟我讲，个十百千万十万。10万分之1秒，嗯，10万分之1秒的速度，我打上去10万分之1秒，那边一打下来也10万分之1秒，告诉我说，哎，啊，就是要求了，啊，他们说是，可是跟你所显示的不一样，他说你只要看他的额头，哦，上面指示他叫他看他的额头，哎呦，那你上面好慈悲啊，指导你。那你看他额头就知道了，我就看。对呀，母娘她不是戴那个法髻吗？额头就一块玉。啊、对呀、啊。那我就给他看，我就他看他额头，他所见到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这里。那一看到当下就跪下去了。然后，因为在那时候我也不一遍三跪神。你跪了那么多啊？也不能当众在那边叩，哦，因为我是接驾，哦，那我只能把人引导到里面去，哦，把你引到那里面去的话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，那我还要到前面这边来，哦，因为我还在服务台那边服务啊，如果没有在那边服务的，我还写那他们那一些渡文啊、书文那一些类的。要渡那个灵啊，渡那个什么啊，渡那个冤亲债主那些，写那个书，所以我没有时间了、啊，然后把它带到里面去的话，剩下的就你们自己去演。我就是土啊，不会演啊。那我就在那回到我的原来的地方，我再继续做我的工作啊。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，差不多下午的时候，你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给我点样。他就下午4点，我又到他那边的时候，他就教我了，还有教我了。你可知道我用什么礼？他说你可知道我用什么礼来接你的？用什么价接你的？我说不知道呢。那这个老土啊，他说老土不知道呢。你知道吗？我是用玉皇天尊、玉皇大天尊的礼接待你这个老母娘。迎接你这个老母娘进驾，因为上面坐的是无极老母娘，坐在上面。那你是虽然是母娘，那你是你要去见无极老母娘，所以我把你带到无极老母娘那边去进驾。因为是肉身嘛，啊、肉身也要去见，当然是要见了、啊，见众生。所以我是肉身，我带的是你，最高的，啊，比如说我们。现在来讲，最高的是总统嘛。我带你去，我现在是以这总统的身份，但是总统他也有老母亲啊。啊，我这个总统的老母亲来了，我当然要以子之礼啊接母回来。那我现在是以玉皇大天尊的灵驾来接老母。但是指引老母娘到那边去，大家那边奇怪了，这师兄怎么带着这老土了？而且又是这样，就像小李子在小李子的手也是其实他要搬着这样走进去，而且态度又很谦卑的样子，他在搞什么飞机呀、啊？很多人在讲，私底下讲的很奇怪，他在演什么戏呀、啊？他们还不知道，然后我听到他说：“啊，奇妙，这一首这样子，哎，那么的奇妙。”我这个头还不敢抬起来，头低着头这样走路走进去，然后白老娘请到里面去。
三个你，我转身头开去。回到我的服务地方开始写，写我的我的事情，写那些书文。然后一直在忙，一直忙忙忙忙到差不多将近四点的时候，老母娘就过来了。老母娘讲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知道啊。”那你可知道我以什么礼接待你吗？他不知道，这个老土了，他也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老母娘？那我问他，那你知道我用什么灵驾接你？他说他不知道。我就是以帝王大帝的帝王天尊的职位，把他迎接进来。那后来他又讲这一句话，好，就冲你这一句话，我明天还会再来看你。结果第二天他又来了，他第二天又来了，也是同样的礼仪军纪。隔了好几天，那个赵老师配合的，赵老师来见你了。他穿的那个中国服，灰色的新的服装，第三次，你们去三次哈。一共去了三次。那你说当第一次你我接你的人，你那次人就讲好，那我冲了你，我明天我还会再来。结果你当天又来了。那第三次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嘉里那边，在那个西港那边见面。哪里？西港啊。西港是哪里？咸鱼店那里啊，咸鱼店啊，就是信心那一次啊。就是信心那被你骂了那一次。信心这个母娘还很会那个教训孩子的。结果你把他教训了，那天刚好是919开门来了。那他那几样的东西都被风吹走了。那个球，天主的球。在里面滚啊滚啊，啪跑出去了。外面插的那个白色的那个释放器啊，插在旗杆那里也被风抽起来，掉在地上了。我看你这个旗掉下来的，掉在地上了。这个旗，这个令旗啊，你不能掉在地上，一掉在地上就没有灵性的。我捡起来，把它捡起来，我没甩出去了。那你们另外一只的葫芦烛，上面绑了一大。那个是十条，那是他当做他的令呢、啊。那根呢、啊，我就给那个萧燕讲啊，这一只、哦、放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处了，令旗也不见了，这个天主也不见了，留在这里干嘛？他说，要是他来找怎么办呢、啊？他说没关系，你就配给台风吧。说台风被台风吹走了，当下我拿下。葫芦烛，葫芦烛，他好有趣、啊。那天被我们两个骂他、真是魔道。我那个把他拗掉，然后拿起来丢到垃圾桶里面去。第三天他来了，说那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？那萧理事长给他讲说，其实你的不见，我的东西也不见了好多啊，现在台风嘛，整个棚子，那你们整个棚子都吹得乱烂的，五颗棉花少了两颗啊，那我以为还让那两颗棉花被风吹走，结果在桌子底下，他为了找那两颗棉花，整个人趴在地上，再跑到桌子底下去找，结果被他找出来了。那一些书本、那一些那杂志、那一些印着的歌曲、那些什么东西，国的遗书啦，老蒋的那些文献呢，都散了满地啊。就在那台风过后的第一天呢、啊，我就打电话给萧理事长说：“哎，萧理事啊，你还不回来整理你的摊子啊？你的摊子都烂掉了，还不赶快回来整理、啊？”他说：“好了，我明天会来。”结果第二天也没来，第三天也没来。第四天也没有，到第五天才来。一来看到，哎呀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？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那会了一个晚上，整理好。
为了好一个晚上整理好，按那个晚上他没有睡，也没有睡觉。可以的。哥哥，你是龙哥，孙哥，我们这老是的哎。十位了，对呀、啊，那不错呀。你自己找到了还不晓得、啊？哎，不晓得、啊，我只找，佛子护法，我只说佛子护法，我不晓得他们是无极界的。他们都是无极界的，难怪那么好，坚贞不二。嗯，你这个孽障啊，好好把它教好，他也是你的护法之一啊。你是我的小慧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也是你的护法之一啊。那我开个，已经回来在你身边至少有十位。哦。那剩下的那八位，那六位的话哈、哦，要找。怎么找？也是在你们这十几个人当中，他们自己去找对吧？哦。赵老师。他身边更多，只是赵老师他忙着他的音乐，好的吗？到了，开始讲。他看到姚命归盘那一张，拿那一张出来，那张要给我看了、啊。哎，我说不用看了啦，二十几年就看到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张，找这个老太婆吗、啊？找了27年。啊，找27年了、啊，刚好今年是28年、啊。今年28年。你说看，总算给我找到这个老太婆。我去年才看到那一句“却叫珠子赖七长”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不要叫孩子等着我太长了。”我出来了，姚命归盘未见章啊！却叫珠子赖七长。我说这个是死老太婆，到现在还跑出来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就那一张孩子又哎呦，又气，怎么妈妈找的我那么苦 啊？我这找的我都啼哭啊！你这个死老太婆死到哪里去了？让我找了20几年找不到他，为了这一张纸，为了这一张姚命归盘，然后无极老母啊，你为什么没事给我降这张纸给我？叫我看这个，叫我去找这个老太婆，结果一找27年。哎呦，你就有缘啦、啊！看了这一张纸就有缘啦、啊。所以你那天你叫我看，我说不用看了啦，看这个，看这个干嘛？27年前我就看到了。就是为了这张纸，好神啊！找你这死老太婆。哎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灵感？这一张纸我都没有看过这篇文章，我只有看到听到那个歌说，
姚命归盘未见章，却叫朱子。天上一天，人间七年。爱情长叹。人间七年，有的时候是天上一日，人间三年。哦。到底是三年还是七年？你要看他的那个指数。你在这个七重天以下是人间三年，嗯，但是你在九重天上面是人间七年，嗯，那你想我是在九重天上，嗯，我在那上面看的，看到下面来，一下完成，上面一下，27年，嗯，你讲啊，人间七年，一年，那么一日。人间七年，你想看，我在27年就已经看到了，3721，四天，哦，很快呀，天上四天，看到你，看到那张降价完成，也就是说天上四天前。天上的四天前也是人间的二十七八年。嗯，你想想看，我说我早已经看到你那篇文章了，啊，你还拿标本？我那时候真的是想，我就是为了这一张，害死我，早了就是了，早了。啊，你还说要叫我看，根本都不用看。那什么字我都知道，几个字我都知道，不要说你的啦，还有其他什么叫什么，那些都不用讲。有的时候他今年刚写出来说，哎，今年在做什么，那些不用讲。我早在十几年前就能看到那些的章文，那些也是哦，这盘数要走到什么盘数？上面都有交代，只不过说他们所接到的就是现在下面的信息。那我们的信息说，在几年前我们就能接到的，几年前我们接到的信息，早就知道现在几年后要演什么。例如来讲，1992年。开始，1992年，降下来的，也就是说，2010年，22年前的事情，那么已经降下来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哎，22年后要超什么？21年要超什么？20年要超什么？近一点，听不到。这样子，他说。21年要抄什么盘？22年抄什么盘？上天都已经准备了。明年要抄什么？明年要抄什么盘？因为那些弯文竖文，我们都在线了。我怎么做？他说要我现法身了。那难道要我归天的时候，要你归天的时候你才现吗？他现在叫我现了，该现像宋七力那样现了。哎，宋七力是不是我们的人呐？不是，因为他是合成的。他说他那个上面的那光是合成的。我们这个都是光哎，雷小关照出来了很多，我们还骂他一顿呢。最后他照出来一个行走的。我曾经照过一张相片呢。哎，我穿了那个土里巴基的。结果你知道吗？现三重样。啊！我穿了一件牛仔裤。哎，你快要注意了。他说这个穿牛仔短裤。穿了一件那个汗衫的那背心的汗衫那种的，照了一张相片。结果一张胡子到这么长，白胡子，白头发，那个头发。穿着那个龙袍，然后又现了一张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穿着白色的衣服，面光面光头，就这样子。会照出这种像来耶？那奇怪，我们要注意摄影啊！怎么会有这种像？它会有现象啊！而且三个人的面貌不一样。
我这个巷子是我是今年这个屋子我就今年刚留下来，去年的话就是啊，只有这一笔啊，这两笔而已。比如说这两笔啊，就这两笔啊，这里没有，这里也没有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哎。